歌，那也喊你听就是安怎讲的？我几乎不在其他场合唱这首歌。您几乎？喂，还是您没使？你嘿啦，平常时拢无唱这首歌。为咩缘故？这无啦，今仔日的日子较特别啦。故乡的月，一日一日难相人所看的月圆。喂，不是这首啦。唱一首故乡的月。唱一首故乡的月是歌名，这几句拢总是歌名，不是唱一首故乡的月，不是啦。哎，安尼讲，安尼做花。安尼我知影。唔通问我，唔通问我，阮是厝外的啦。不是。是唱一首故乡的歌，安尼是歌名啦。安尼要何来遐复杂啦？那也复杂啦，别啦。歌名你好呀。嘿啦，我好，我写。啊，你一首故乡的歌如何？你这歌我写的咩？那还搞啦？啊，无啦，唔通安尼讲，大家无气嫌啦。气个有影？那就搞啦。啊，你唱个真好看啦。喂，紧嘞啊！啊，你这水啦，紧啥物啦？较紧来唱啦。这是你唱人点，你也点我。执行长，谢谢，请继续掌声鼓励。我几乎不在其他场合唱这首歌。您几乎？喂，还是您没使？你没使？嘿啦，平常时拢无唱这首歌。为咩缘故？这无啦，今仔日的日子较特别啦。今仔日的日子真特别，所以选的歌曲，拢是我这十年来拢无唱的歌。哇，你人暗多呢吼？暗多，暗多叫做嫉妒。不是，暗多是讲迄个暗砍起来一种。那是暗砍。哎，今天但是台语，暗都是嫉妒，啊，乌暗城嘞，乌暗城是黑背尾鱼，啊，土路是八多一地，啊，土路开地叫天妇罗，你卖地假菜人进人工价有无？啊，阿弥陀，哎，乌暗城是你先讲的，乌暗城冇菜，茶客的那只菜，你要记一块来平半卖，沉香的，是咧讲啥啦？不啦。人家在问啦，是讲到亲情吼，你的小妹那这久无出现者？嘿，妹，其实歌单已经这久拢无出来啊。哦，嘿，就是找到新套路啊呀。无咧，伫处理咧带囡仔咧。哦，咧带囡仔。就是结婚了以后嘛，妹妹结婚了以后啊，都拢几乎不再唱。嗰个几乎到底？应该是袂使啦。系啊系啊，几乎是 almost， 啊那袂使，袂使。你该讲袂听，你气噶？
人的是讲，哎，去看伊演唱，我有看到姊妹啊，佮同台啊，哦，安详欢喜啊呢，跟妹妹一起，对，对啦，啊，唔是啊，你照顾到这个高雄的朋友，当然朋友嘛共照顾，有啊，带人嘛是有啊。当时哦，你讲哦，演唱会啊，演唱会当时要来接班，当时你要听，你不管是嘛要听，哎，无啦，我咧本来火车头前。办一场演唱会吼，我拢讲虽然真无容易啦，但是我拢希望神恩继续。如果哪有迄个神恩会当做公益的，我才要办吼。所以拢是等待迄个机缘哦啊。如果哪有缘分啦吼，我拢希望会当甲大家吼有这个缘分啦。啊那无我袂为着家己要趁钱啊来办演唱会。这有影。安尼我感觉无什么意义啦。真正菩萨心肠啦，感恩啦！安尼，咱就期待讲哦，这缘分会当铺起来，咱会当来台南哦，办一场安尼圆圆满满的，好不好？你讲的期待，有咧期待，赶快来挂无？有啦，当然是有，嘛是一二十年无唱啊，对，一二十年哦。期待再相逢，即摆你讲一下呀。再会，再会啊！难分难离在心底。我是爱哦，恁两个母嘞吼。哎，你是要唱我啦？时间就经过。喂，唔这条？唔是啦。吉他，吉他，我看你去想有无？吉他，你昨天想无？青阳顶照着街路，唔知阮几人。你卡救紧了。咱明知无缘分，何必来相识？莫跟我斗。喂，心爱的再会啦，爱情啊，最好懂这条。不是啦，过年换一条我就知啊。我讲你听啦，你知影哟，你知。没有个天光。伊的歌我逐条熟，这条若唔对，我随在你。来来来。十米的风吹呀吹。吹到我心内，哎，我唱副歌，我唱副歌。你是咧唱啥？想起着你对我所讲的话，我哪么听这句？亲像叶片青菜，乌白话。你看你写的歌啊？特别高啊！往事一幕一幕一直过，我敢一定爱唱，期待再相会。一条。真爱唱呢！你唱这，我写也袂发表。我都知咧，一定咧家己的歌。你这么是用最温柔的那种骄傲，出来让别人不舒服。这款人很有心机的，哎呀，这种矜持，我感觉。我你咧在胸怀。你哪拢同款啦？不是啦，我讲你绝对约袂出来。你还会记我谁在你？所以大家吼，已经是一二十年唔捌听过的歌曲，嘿，伊是一首真老的老歌，大家耳熟能详的曲调，啊，伊毛国语，毛台语，今仔日我唱着台语版《吉他再相逢》，好，来，吉他再相逢。暂时分离，这
我彩排有安过。不，这不是关，不是安排啊。要不，她是姐姐，不要一直叫她叔叔。不用叫你安过哎。无准备呢。我有啊。你有？我唱啊，我唱啊。哦，你唱啊。不啦。不，我点啦，我点啦。你点啥？我点啦，因为阮今，阮今仔。想厝的人哦。邓点想厝的人。想厝的人。想厝的人厝会开灯店，安尼两条唱做一条。我是感觉唱什么拢好呢？嘿啊，变调乱歌，你不要。买你的歌啦，你卖安尼啦。伊啊，我安尼就唱伊啊。我是感觉伊啊，住咧厝的想厝的人开灯店。无啦，就是恁店的吼，无唱好，我对恁歹势，袂交代，因为恁单只阿妈，啊，我拢清唱几句，好不好？啊，对。环境造成无完善，车无尽怨谁人？世间冷暖看一项，人情现实心的寒。安尼都好无？哦，伊呀，啊，拄只断电没有？断电，你要断啥物？千斤牛，桃花的锦江牛关家，人生事事论分寸，生命算分秒在过，斤斤计较着一场世间的悲怨，无声声背对，相知相醉。按下订阅。打开小铃铛。